君黑海明威是以起码认识之必要。陆战与加农炮天气与红十字会之必要，散步之必要，遛狗之必要，薄荷茶之必要，每晚七点钟和证券交易所彼端草一般飘起来的谣言之必要，旋转玻璃门之必要，潘尼西林之必要，暗杀之必要，晚报之必要，穿法兰绒长裤之必要，马票是的女儿，父母遗产继承之必要，阳台海微笑之必要，大洋洋之必要，还被沐一条河总得继续流下去。世界老这样，总这样，观音在远远的山上罂粟在罂粟的脸。来搞来搞来搞小轩老师今天感情特丰富啊，这个特丰富，特别感人。接下来是洛丽老师，作品是《梦的世界》，下一位是毕国。